资料修复完毕，古神腐化封锁于纳兹米尔之内。此古神名为古汉，为封锁腐化创造出三个装置。扫描结果显示，纳兹米尔与沃鲁敦装置无法复原，唯一可用之封印位于祖达萨。古神，难怪鲜血食人妖跑来侵略赞达拉的城市。如果最后一个封印被毁掉，那头怪物会在艾泽拉斯肆虐。没错，公主，你们只剩绝望，古汉一定会重获自由。等赞达拉化为废墟，古神的帝国就会再度崛起。不，你休想再伤害我的人民，你的疯狂行径到此为止。挣扎吧，战斗吧，你们的痛苦让主人更强大。主人会重获自由，你们那些弱小的罗雅挡不住他的。跑这么远，就是为了到主人面前送死。看祖达萨的毁灭者，有种就来阻止吧，我会好好折磨你们。战斗结束了，我们撑下来了，艾缇娜会为了她的疯狂行径付出代价。我们在外面等你，最好马上动身。泰坦守护者赫兹罗以50%的能量运作，必须保留能量，以净化鲜血食人妖。了解，泰坦守卫者赫兹罗在此地的工作无需其他协助，即将前往祖尔纳兹曼地区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赞达拉，我到天上去，待会儿见。我会带领一部分的托尔托人步行前往祖尔山，祝你们两个好运。要下命令吗？自己该装的都先装好，冲到河里炸飞那些食人妖。准备开枪派对了吗？希望洛克汉他们能平安回到祖尔山，否则一切都付诸流水了。公主，洛克汉在这里混很久了，鲜血食人妖杀不了他的。你看，是鲜血食人妖，他们一定是要来攻打我的城市了。杀光鲜血食人妖，别让我们的船被弄沉了。族，他们一定是想进攻祖达萨，
绝对要杀光他们。哇哦哇哦，没人说这边有一大群不死族啊。我离得太远，我们想跟不死族打交道啊，笨蛋。老大，应该是叫被遗忘者才对。你看出来了，泰奇，父王根本还搞不清楚状况。我们有大麻烦了。我现在没有，这根本不麻烦，用曲球炮来解决就好了。曲球炮，曲球炮！哦，是曲球炮，曲球炮哎。球炮，我们总算撑过去了。到达祖尔瞻遗迹之后，动作得要加快一些才行。收到，公主，我们帮你在最新最棒的哥布林科技装置上面准备了前排的位置。老大，有些螺丝不见了，手册上面说那里一定要有螺丝。这个嘛，傻瓜才需要看操作手册。纽特，我们直接上。洛克汉，你还好吗？看来这里发生过战斗。对，我们到的时候，新血食人妖已经在跟守卫打了，他们没料到我们会趁机偷袭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祝你首先，我们要把大家集合起来。哦，勇士，请去敲那扇锣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各位士兵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困难，但是如今我们奋斗的目标终于在眼前了。敌人想摧毁我们所爱的一切，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得逞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将会决定赞达拉的未来。我们要击溃鲜血食人妖，我们要阻止他们，让他们永远无法用他们想要召唤的怪物对付我们。有罗雅助阵，加上各位英勇的战士，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一定要替死去的人报仇。你跟我来，其他的人都跟洛克汉到北方战线去，为了赞达拉的未来，前进。
行动吧，勇士。战斗开始了，带我们迎向胜利。希望国王萨玛利总是在看到你之前先看到你的敌人。挺身而战，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罗阳守护着你，放在这里，小心，轻一点。爆炸可是越大越好。失败了！别忘了。
一条路，开始消灭剩下的余孽吧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祝你战无不胜，敌人跟我来，一劳永逸解决这个威胁的机会来了。快去，侧翼交给我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艾提娜，你别想再威胁我的族人了。真是勇敢的小公主，让你这尊贵的嘴巴闭上一定很有趣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生来就养尊处优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你们不堪一击，小公主。赞达拉的海军是全世界最强的，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力量。我会用你们士兵的鲜血来滋养我的大军，只要巨象一启动，赞达拉的末日就到了。你休想得逞，我会尽我的全力保护我的人民。公主，我开始觉得无聊了，我可没时间陪被宠坏的小朋友玩游戏，该为苏醒仪式收尾。我的仆人去收拾他们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谢谢你，勇士，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。让开，让开，大炮来了。你们赢不了古汉的，你们的力量毫无用处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，伟大的奎格瓦，我们需要你帮助。你找奎格瓦吗？小家伙，祝你抓到新鲜，别管这些小虫，先杀带头的。我们的部队会挡住剩下的鲜血食人妖，但是恐怕撑不了多久，我们必须尽快完成任务。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，再行动吧，勇士。
就要降临了，哭声求饶吧！所有人都得不是主人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希望国王萨姆蒂总是在看到你之前，先看到海滩守护者赫兹罗就在这栋建筑的底部。我绝对不会忘记部落为我们付出多少心力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必须禀告父王这里的局势。我们虽然获得了胜利，但是与鲜血食人妖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。需要帮忙就回来了。我们以为赫兹罗会在战斗中帮助我们，但他跑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。那个东西在干什么？哼，赫兹罗很忙，他到底在下面忙什么呀？纳兹米尔的每件事都怪怪的，整个地方都不太好。
我在听，别被巫毒法术所迷惑，需要帮忙就回来找我。你想做什么？保重。
好啊，朋友。保重。今天能饱餐一顿了。最近怎么样啊？
你好吗，朋友？Thank you.
需要保护吗？在我们城里要多小心。你想干嘛？有钱人，愿家里带给你财富。逃出范围了。
你是谁？一切小心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好啊，沙格拉在看着你。你好，我为赞达拉而生。你最好别小看我啊！赞达拉，永垂不朽。仅说明你来这里的原因，一切小心。赞达拉屹立不倒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在听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
最好别小看我啊。好，就这样吧。你是谁？